太平人寿香港是作为一间专业的人寿保险机构，一直致力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理财服务产品。传统的人寿保险产品只能够做到资产交棒这个功能，当客户不幸身故的时间，只能够提供到一个一笔过的赔偿，而这一张保单只能够即时中断。在19年，我们公司推出了迎进世代储蓄计划。迎进世代储蓄计划为了财富传承作为一个重新的定义，而这个计划呢，能够提供到给客户有一个代代相传的功能。这张保单呢，是拥有两个特性，第一个是无限次转换受保人选项，另一个就是保单延续选项。这两个功能能够大大提供给客户可以是无限次去转换受保人，又或者当客户不幸身故的时间，这一张保单呢不会马上中断，而可以给他的受益人呢能够成为新的受保人，又或者是保单持有人。这两个功能呢能够令到客户他可以做到财富传承，去到遗嘱他的下一代的功能的。所以亦都是因为这样，令至到我们这个迎进世代储蓄计划能够拿到今次的奖项。财富累积和财富传承一般都认为是有钱人拥有的专利，但是自从迎进世代储蓄计划推出了之后，客户只要拥有这个计划，就能够满足到他的一般保险规划的需求，以及为他的下几代作为一个财富传承的选择。除了这个计划之外，太平人寿香港以及中国太平集团会为了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作出一系列的准备。总括而言，无论是客户的服务提升，或者是产品的优化，我们都会更加努力的。